好像小时候已经吃咖喱米的味道，那么感觉小时候的味道，我还会煮很久会烂，下次可以放 crab 米，浓浓啊，吸干吗？哇，好吃呀！吃一口叫 tasting， 吃整碗叫 tasting。 这种没一米要抢，两个人抢一把，<笑>我是要吃完了，还最后一口就可以吃，哎，太好吃了吗？这个呢？